这里是黑色的吃播。我发现最近有好多小伙伴在看我视频的时候，脱离了食物的本身，所以也要寻找一下过去的感觉，因为食物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吃这个炸鸡的特写。首先打开可乐，戴上手套。调料味道，这个看起来并不是肉。
欢迎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黑子，拜拜。